暗世界。画一个意义碰碰车。那我是黑暗世界的人。哦，你要画一个黑暗世界的司机哦。对。当天空没有极限。就我就是列车长，然后还有一个列车长。这样太危险。不太远。然后这样来这样去啊啊啊！还有坐在里面呢。对啊。你看，那还有坐在里面呢。嗯、有两个人，一个人有头发，一个人是光头。对哈，我心里画一个光头坐在里面。你看，这是我画的，是画的列车。嘿，我这边换，我经过一个椅子，这椅子怎么反过来？怎么反过来？可能一个人坐在这里这样。那有人坐在这里，然后这边有一个身体。那蚊子跑过来。嗯，哪有啦？他又没有，他又没有把门关起来嘛。嗯，蚊子最喜欢跟你睡觉啊。是你骗的。嗯，不要啦。你不喜欢蚊子啊？不喜欢。可是蚊子，我要专心画。你看你这里又被蚊子叮了。爸爸，我对不起，我要专心画。嗯。嘿，我跟你说，你看它有三只脚。这个是什么人？这个也是三角人，不是三角龙，是三角人。你看，这是黑暗世界的以前的人。是哦。他就哦。这个怎么没有方向盘啊？